启动业与资源库啊。那这个我们的作品是从这里开始播，那这个是载入的时候呢会先出现，一般是放公司的 logo、 学校的名称等等，那这里可以编，当然我们先希望给他一个背景图。那我们也顺便介绍一下资源库，资源库就是我们曾经加过图片都会在这里，都会在这里。那你加越多档案越大，那有些东西一样的东西，事实上呢建议你应该从这里加，比如背景图我们加过了，那这里是不太建议你说我从这边再来插入相同的背景图哦，那一样图进来可能会变成两份的容量，那我建议你从这里加。我现在编哪一个启动页哦，先给个背景图，那切换到资源库的地方，把这个 background 把它拉进来啊，这样容量会小一点，知道差别在哪里吧。我们之前从这里加入的照片事实上都会在这里呈现哦，那一样的背景图你加入三次容量会增加哦。我们希望如果是重复的东西也许你应该从这边拉，然后进来的时候呢10247768，但是坐标零 Enter 零 Enter 就会帮你对齐了。这是一个背景我可以从这里加哦。那也许我前面还要再加文字啊，我在旁边点一下再来加主题名称横排的文字打进来，字打进来的时候呢选起来就开着对话框，大一点不够大就拉框，好摆在中间哦，点这里，这框移动有点讨厌了，那也许就不需要到那么大，移到边框来，好哦，选起来换个字体吧，细明体字瘦瘦的有点不太好看，这个那也许就大一点138，那颜色可以从这里换哦。那这边呢因为它是个别的物件，所以这边是可以设动画福禄添加哦，所以呢啊做到这里呢记得要搞习惯存档了哦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介绍什么资源库的地方，资源库的地方可以加。那这个启动页事实上你可以加一个动画了，动画如果你会做 flash 动画你可以从这里加，那 flash 动画一般来说都很精彩，因为它会动得很可爱。不过这个导入页如果这个页面的地方导入启动页面时间在这里，当然这里尽量时间越短越好了，哪有人等半天的。不过通常这种 APP 都是下载到你的手机在播，都是在自己的手机或者平板播，前面的速度其实还好，所以可以打简洁一点，好再简洁一点。那进到这里再回到切回到这里来哦，这个地方那你也考习惯，也许这个节你应该按右键更名，这个叫做选单，把它改成选单。那这里叫做什么内容区，